我们刚离开缆车塔站，现在在吉宝港湾上等待。远处是烟囱林立的炼油厂。如今，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大的炼油中心之一。 巴黎的那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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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
我们就要到达香港。香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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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们冰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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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每晚都有固定的表演时间，观赏水新加坡先驱博物馆。 Đâu sư tử với tất cả. Hey.